那您本身当过宜兰县长，那您支不支持这个方案内容？这个我就尊重大家，尊重宜兰县的民意。好，那再请教您好了，现在下个月要举办公投，那以目前的民调看起来，可能会投赞成的会比较多，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？因为我现在立委院长中立，所以对这个不敢看。OK，院长，那个傅议员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现在台湾基进现在在宜兰插旗，这边有设党部了，当然依你民进党党员想法，你敢不讲这个方向对咱民进党是不是有帮助，还是安怎？因为我即马刘焕英议长吼，对这个党务无概念啊，对这个中国党派主张我拢保持掉，是党务的部分，我就无好表示意见。是，对高铁的部分哦，你感觉讲这个五岩是不是讲管嘛？高铁就要尊重民。现在这个所在讲的第五案，你感觉有适合你去当初那的需求跟想法无？无啦，我去当初那是烦恼讲哪去四城，因为四城你爱知影头城哪开车，伊袂开来四城就高铁啊。是，咱讲要台北啊，那要中南部就无问题。咱若讲要到台北，头城你也看伊开起来去搞，搭起搞路途就去，伊过来起城是太困难。你说哦，东山遮吼，就种溪南遮，伊若见就高速公路，一路去四城，伊不如就开到台北。我烦恼讲去四城可能到时宜兰关会去坐高铁变成是少。溪南较无方便就对啦，嘛唔单无方便，伊都人要习惯，就是讲啊，我若上高速路，啊，我即个落我落四城坐高铁，啊，我都直接开到到台北。我伊当对四城有意见是安尼，因为我做过馆长嘛，嘛做过县议员，我有了解。所以讲四城之外其他什么所在，我尊重咱宜兰全民大家。馆长，希望讲吼，较早来决定无？希望讲较早来决定这个地址在哪。我看这我就尊重，因为咱有馆长有立委吼，如果拢发表自己的意见，因为去当阵我对四城站有意见，就只要各位嘛知影，就总机人馆议长啦，足侪乡镇长啊，各议员吼，因有联署啊去点钱嘛，去立法院点钱，我当然看到讲哇四城，安尼这吼，可能对机人馆发展吼。帮忙运行，要开汉字。去当初那最主要，我想可以讲，就国家来讲，预算开下济；就宜兰县来讲，来决定对宜兰县，而且交通，大家人民的交通嘛，还有带来方便。但是呐，第四城的时阵，会去坐的高铁啦，要甲台北的这高铁啊，可能无去，可能无去。安尼，可能对高铁，而且咱讲效益，就是讲伊的。营业，营业，你讲可能不了解。对宜兰县也无带来方便。我作为讲宜兰县出身呢，我应该讲的，我出去啊。所以讲其他的所在，我已经我未去，就讲未去，或者应该是尊重咱县长啊、立委啊、加地方吼，包括工事长啊、这议员，大家地方的便利的，我不是这个。好，谢谢院长。我太清楚了，好，谢谢，院长，谢谢。